花岗峡谷大桥总全长是2928米，主跨是1420米，然后是采用这个悬索桥，然后桥面距水面的高度是625米。五号墩是在关岭岸，它的工作高度是260米，现在目前完成了92米，然后六号墩是在这个南龙岸，它的高度是204米，现在我们已经。 完成了190米，就差上面两分钟。从目前来看，在下部结构当中是刚好过半，完成了一半。整个在桥这一块，应该在24年底那个主体工程基本上完成，在25年初我们会建成通车。 这个桥刚好是位于这个环山江这个大桥和下这个大峡谷，它的全长大概是8公里，也是我们地球的一个大裂谷。那在两岸地质这一块，我们这个桥的位置刚好位于这个山脊脊，两岸桥的这个年代成分呢也不一样，两岸的这个地质年代成分相差了4500万年。 施工工地是工制也比常规的，我们这种悬索桥的工作施工难度要稍大一些。常规的一般就是四面的，我们这桥是为了全面工程，说做了一个六面的。花岗特大桥呢，它主要是我们六岸高速的一个控制工程。那这个项目，它建成就代表我们整个六岸项目全线就可以建成通车。那这个项目建成之后，对沿线的乡村振兴，助力乡村振兴还是发挥很大的作用。 再说花岗桥的通车之前，两岸的这个行车距离花费的时间大概要在70分钟左右。我们建成了之后，我们1分钟就会解决到以前需要70分钟解决的路程，也会给当地一带的一些经济发展。同时，我们在这个中峰岸这边也设了一个桥梁融合。那这个桥梁融合通过建成运营了之后，也会给地方的旅游产业也带来一定的效果吧。 贵州的经济发展，就是经济实力这块，也是在相比全国来说，还是属于比较落后的。我们这种穷省能够办这种大交通，确实作为一个贵州交通建设者，还是挺自豪的。